剩下啊，手动往上把 B 轴啊 ，B 轴要走到零，走到零。零，对，零，因为它零的话应该是正好九十度。机械坐标，机械坐标走到零。啊，零点零零二这无所谓。零吧，零吧。零。零。这零点零二的不好弄啊。它那个零点零二四。啊。我们这一点肉眼是看不出来的。啊，零点零。然后啊。然后呢？用手镯啊，就把这个导头。啊。按到之后，等一下啊，然后呢？这个地方啊，有个中间坐标系啊，这是相对坐标全倾，应该是吧？啊，相对坐标是零啊，对零，相对坐标全倾啊，这就是全部坐标都是零了啊，是吧？啊，这应该是相对坐标了。这是相对坐标啊，这是相对坐标全倾啊，全倾就是它 x、y、z、b 都是零了啊，是吧？把 b 轴、z 轴稍微抬一点，然后这边往这走，然后把 b 轴转到九十度 ，b 轴九十度，九十度，对，九十度，标准的九十度。九十度啊，九十度啊，对，然后这个地方然后让刀的中心啊，刀的中心啊，刀的中心跟这个表面齐平啊，刀的中心，如果你不好算的话，这个应该是十毫米的刀啊，是吧？十毫米的刀那样不好看的话，也可以让这个边儿，让这个刀刃挨到这个边儿啊。哎，让桌旋转一下，现在几乎是挨着了啊。挨着之后，因为这是十毫米的刀，是吧？它的中心就是再下去五毫米正好啊，是吧？下去五毫米。现在这是 Z 轴是303吧，再下去五毫米，就是再加五毫米，它这个也就是这把刀的摆长就是308。哦，对，这是308。啊，这是这把刀的摆长。完了。